伯父，请把雨婷交给我，我答应你，我照顾她一辈子，无微不至。好，小耿，我问你，你月薪多少？7万。有车子吗？有。有房子吗？没有。没有房子不准娶。没关系，我出力。安全买卖流程。专业房产资讯，热忱售后服务，买房找中信，快速安全又大心。